口眼歪斜首先呢，在发生面神经炎之前，在发生口眼歪斜的这个早期，其实病人就自己已经有所感觉，就局部的麻木或者是僵直，活动的不灵活，那时候呢已经出现了初期的这些症状表现，但还没有完全瘫，但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，等别人都已经可以发现到他这种外观上的变化的时候，其实病情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，无论他自己还是外界都能够很容易的观察到，这种面瘫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特征的，一般都是很容易被识别的。麻木，如果在夏季自己又有这种整夜的吹空调或电扇这种病时候，如果发现麻木的话，应该及时的注意想到可能有这种情况，及时的就医，争取到一两天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机的话，对他的整个后期的治疗都有很大的意义。面神经炎就是是面神经的炎症引起的，它并不是感染的炎症，就是由于这个着凉、风吹或者一些病毒性感染引起这个局部的炎症、水肿，那么它的功能的这个面神经的这个神经功能失效，那么对它的引起对它的肌肉的这个不能，那么导致肌肉的瘫痪，这种一组的症状都在面神经炎。它的病因就是一个是病毒感染，另外就是大部分呢还是因为是着凉、局部的这些疲劳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对于这种就是年轻人，或者是在长期在户外活动的一些人，他的发病机会更多，因为就是说从发病的这个病因上来看，这些人更容易被这些因素所这个影响。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面瘫，那么我们是叫口眼歪斜，就是因为在面瘫还有伴发着这个舌头的这个活动的异常，那么有时候在进食的时候还会比较困难。他的并发症主要就是由于长期面瘫，最严重的就是对于眼球形成角膜的一个溃疡这些表现，甚至严重的由于角膜溃疡这个角膜炎，然后引起失明。